来看到是全国 NGO 环境会议今来进行山顶的离岛环境会议，嘛正关心这离岛的环境问题。亲像小琉球即嘛这鳝鹅，互人破坏比率算正高。啊，这朋友在地团体是呼吁讲，请中央爱重视，因这渔业废弃物所带来污染。离三十年前，小琉球的鳝鹅覆盖率高，如今已经变成全台湾上歹。海生馆研究员樊同云会在离线上离岛环境会议当中指出，离小琉球的非浮潜区鳝鹅覆盖率大约7-32%，到浮潜区覆盖率仅存0-6%。另外，离八监测点发现五个覆盖率10%以下是失灵的状况。红色就是失能，就是很严重了。哦，那小琉球最多。气候变迁虽然也有一些影响，但是主要是因为人为的污染和破坏。造成的。在地团体指出，因为过去过度掠鱼啊，造成海底即马定存海龟，就算正拍拼来复育，效果有限有限，呼吁应该成立海洋保护区。那没有这个保护区的话，其实一边在做人为的富裕的时候，一方面就会有人为的破坏。配偶嘛面对着不少问题，包括中国渔船越界来偷掠鱼啊，佮中国抽沙船越界抽沙，拢带来生态伤害。另外，海漂垃圾嘛，予当地相当头疼。有团体指出，配偶海化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三分之一，但垃圾量却是本岛的三分之二，主要以塑胶干呐、渔业废弃物为主。渔业废弃物相对来说体积很庞大，然后材质也很复杂，无论你是要清运还是要回收都非常的麻烦。另外像这样泡冷的金马堡也是配偶人打拼要保育的对象。正台教授郑同僚指出，法令虽然规定八月中到十一月中禁止来抓，但伊早前并不是定在这个时间来生冷，也强调吃这的金马堡不但是影响遗传后一代，更加冲击到生物链。所以在国发会平台发起联署，去年底破5000人支持，呼吁企业主应该赶紧来回应追求生态永续的民意。记者林丹琼为台北报道。